早上光照在房间，穿上新衬衫，镜子里我又长高了些，和同学吃火锅然后开黛美，一起狼人杀不用上学就不累，发条祝福传给你，请你别忘记，今年我们还要看流星。年初的我一定是什么喜欢的男孩你都知道了吗？回家陪妈妈一块包个饺子，包个饺子，回家陪奶奶一块看个电视，看个电视，和弟弟放个烟花，让城市回忆留下七大姑八大姨，你们的红包在哪？我妈刚刚提醒我说五福开奖了，我本来以为能合成好几个五福，所以就是还努力了挺久的，在合成了一个之后，结果昨天查了一下，每个人只能合成一个，看一看，感觉所有人都是一块五吧，就每个人就这么点儿，但是大家也都挺开心的，就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过程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下面到底集了多少福吗？都没用了，哎。今年我感觉红包的花样也特别多，刚我妈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红包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就搞得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很好玩的视频，就没有注意这个叫视频红包，就差点就忘了领这个红包了。因为今天是大年三十嘛，所以就晚上约了朋友一起吃饭，就算是我们的年夜饭了，所以就刚刚把明天要交的作业啊什么的全都给写了一下，这样子今天晚上就不用再写作业了，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的过年了。然后现在在打算去把家里的一些地方去给打扫一下，因为毕竟我们要除旧迎新嘛。我就是一只晴朗小蜜蜂，不怕那大雨也不怕风，等春去秋来我一定成功，其中的快乐你懂不懂？一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啊，嘟嘟你的嘴。其实海外留学生在除夕这一天也并不会有特别多的过年的气氛，因为毕竟今天是周中，然后我们还是要去学校去继续去上课的。学校并不在这一天放假呢。然后今天下午我就是要去学校上一节线下课，然后在此之前呢，我要去学校先做一个核酸检测，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每周一次。 Let's go， 出发吧。这里的房子都结了这种，这算是冰柱吗？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要拍到后面那个蓝天。对。我特别喜欢我房间下午的时候这边的这个光影，就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光影投射在墙上，就会觉得特别的好看。这个角落也是一样，每次看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的治愈，特别的温暖。
大家看我换的这身衣服，就大概知道我要和帕梅拉去奋斗去了。今天打算练30分钟的帕梅拉的全身训练，然后呢，因为今天晚上估计也会吃的比较的多，所以还打算练一会儿有氧，就打算跟着我前几天看的一个博主他推荐的一个泰国小哥的 K-pop 的视频去练，这样子也会觉得比较的好玩，比较的有趣，跳一下这种减脂操。Kick with one knee and one foot to the ceiling. Why 非要挑战自己，跳1.5倍速呢？下次我打算跳1.25倍速，啊，1.5倍速真的不是人跳的，但是跳的真的非常的爽，啊，好累啊，但跳挺开心的，是真的。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原版的韩舞的一些动作，然后把它简化了，所以我觉得对于不会跳舞的同学来说也是非常 OK 的，好累。我已经汗如雨下了，我现在要来点一下年夜饭，因为我朋友是宁波人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口味都是非常江浙一带的口味，所以说我终于能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吃到上海菜了。我们打算来点一个上海餐厅，叫做石库门。对，看看我们昨天讨论了一下要吃什么，点一个烤麸。下单成功，不过我估计我们今天应该不会很快能吃到晚饭，估计也要差不多7点钟了。因为今天他们那边估计司机都会非常的忙，估计有好多年夜饭要送。他预计送达时间是5:51到6:51。这个是我昨天自己包的一些豆沙春卷，就自己买了春卷皮，然后还有豆沙罐装的那种豆沙，然后包了一些，带过去和我的朋友一起炸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吃。真的，这个镜子真的特别快乐。他是在哪录的呀？在台湾录的。哇，那还有这种布景。对。而且让我看着像就是3D、4D 投影，是有一点，像吧？哇，这好立体啊！就肯定是在那种绿色的布里面，就是布景，然后把绿色布就会自动就定位成，就是做成就是这个景了。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但这真的很酷，真的。这赛博朋克牛。这太搞笑了，你这牛好凶。这什么鬼啊？装备无敌了，可真的搞得像做直播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加这个，真的绝了绝了！这还有那个美妆，原来我们两个人的装备加起来就是直播装备，太绝了。
哦，你好可爱。哦，这个绝了！再来，再来。好，等一下，那我就应该是还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嗯，等一下，我蹲下去，让我蹲下去。你 OK 吗？嗯。这样吗？还是我要这样？哎，你稍微往这边歪一点。哎，啊，这样你摁一下。好，这样我好秃啊。再来。嗯，你把你右手往这边拨一点。对，我这边特别秃，一个秃子的故事。好寒冷的表情啊！我像是垂死挣扎。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丰盛的年夜饭。荠菜肉丝炒年糕，这是啥？豆腐鱼片吗？豆腐鱼片。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包的，然后自己炸的春卷，它有点油温过高了。然后我们的八宝饭，江浙沪人的年夜饭桌上必须得有八宝饭。你们吃吗？我们吃八宝饭，但是春卷更多一点。嗯，那看来我包的对的。然后这个是四喜康福。还有一个豆苗，这边是我们的八宝辣酱，就这可能就是上海八宝辣酱，你吃过吗？我知道这个，但是我不吃辣，因为然后这是我们的两杯奶茶，他买一送一就很快乐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谁送达？烤夫，好幸福！湖的风景尽收眼底。来，我来了。必须要拥有，我必须拥有。爸脑袋真大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开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工作顺利，也祝你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漂亮，祝你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年轻，皱纹就没了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期除夕大年三十的春节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我要赶快去洗个澡了，毕竟明天大年初一我还要上早十的早课，所以得要早点休息啦。那希望看到这里的你们都可以新的一年可以开开心心，牛年大吉，牛气冲天，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心想事成。虽然我这期视频发出来肯定已经过了新年了，但是还是把我新年的祝愿带给你们。那希望你们看得开心啦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在镇上呢，因为我住在我们酒店也看得到，这里可以看到酒店一块。旗子，看看你们开到网。开的还挺好看啊。各位游客，这里是进口，只进不出，请向前走。武警的官兵吗？出口在前面四号门。专门在这守着的。各位游客，这里是进口，只进不出，请向前走。这里是卖小人书的地方。我讲这种小人书。妈妈和爸爸小时候看的。现在愿意了，怎么卖？一本就可以了，可以。九曲桥上的游客们请注意，现九曲桥上客流拥挤，请大家不要停留，注意安全。看你爸拎着小红灯笼，走啦。是不是还挺好玩的？拿来，万事如意，大吉大利，耶！恭喜发财，五福给你，耶！